接收到这把年龄。打了，然后被打了，对吧？这把那点，你尴尬。这个是马达机，这个跟这种马达机爱线圈，线圈有着足大声的震动，能力较大。射频，对。能力大上射频。这咱先甲用起来。你看，这就是出细声的。这个地方有没有脚尖过来，可以再加一个脚跟给他。我自己再增加一个脚跟起来。会痛吗？点点点点。嗯，那就是表示有感觉。一点就怕痛，表示你不是很怕痛的。有啦，我怕痛耶。哦，这不介怕痛，你就是输的能力较大。来做其他的部分。好，加油咯。Sakit banget ya.